家教，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无上甚深本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义，听奉教。咱后位第个是主持道家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因接着大家共修的事情发愿，真愿继续向大家报告：念佛应生西，念阿弥陀的圣号，用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顶回咱探讨。第一点，佛说无量寿经言，生得无穷劫，以往离无人，其国不入为自然之所堪。言对第二点，接着去看。第二点是经言大师在《无量寿经莲义说文章》所开示的，经言大师以七种的道理。那证明念阿弥陀的圣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经云大师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净宗大师，七七二讲出了念佛应生的道理，讲了非常的巧妙。啊，请看第二段文，经云大师《无量寿经莲义说文赞言》。今以七义正西方应生：一、时但小修果，即观经言，下三品人命中是一念杂念是得生果；二、诸佛护念果，即称赞经文，六方诸佛护念定时啊；三、光明摄修果，即观经言，念佛众生摄处不生呀。是成佛本愿故，即此经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方世事业，五彼成来缘故，即上文言愿生五国，就不来缘者不出正觉也。六凡助念故，为临命终时诸同行者常助念三故。七圣说应生故，即此文言以往离无人，其故不入也。经云大师所著作的这部《无量寿经莲义说文章》，就是对《无量寿经》的注解。注解以往离无人，这句经文，经云大师用这种道理来说明。证明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解说一句经文，可以引用《观经》《阿弥陀经》四十八愿、第十九愿、甲助念种种的道理来佐证。可见，经行大师是一个真有学问的大师。第二就是。时但消修果，观经下品下生，下品众生，下品上生，这样的众生是伫个临终才得悟佛法，平生并无念佛的修行，所以下辈三品啊，临命中一念十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此说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
确实，这样的证明，伫道理的印证，非常有说服力。因为观经是世尊智慧所宣讲的净宗宝典。这人伫一平生，并无遇到佛法，毋捌念阿弥陀的圣号，生命到了最后。剩无几点钟，甚至无几分钟的时间，什么款的佛法适合这样的众生修学，而且决定会当解脱生死，就是阿弥陀的净土教法。对临终的这得无佛法人而言，成经当然未比平生得无佛法人成经较深。因为生命非常的短促啊，要修足八万四千法门，了凡生死，跳脱三界，但何容易？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之外，门以大道念阿弥陀的圣号，唯有令皆应这类的众生，唯有令。只有临终的众生得以解脱生死，为什么？因为念阿弥陀佛非常的简单容易，如广大普遍的法门，入机一定是如广阔。虽然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拢是世尊的智慧所宣讲的，但是法门有难易之别，在世尊善法的立场来讲，每一个法门都是如来智慧所宣讲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在众生这方面来讲，法有可用与不可用，有堪修与不堪修的差别，所以对众生而言，有的法门就真容易修持，有的法门就真困难修持。在你心愿这对勇敢啊，方法得当啊。这个心愿在勇敢主持佛七啊，有不少的人，大家当然勇敢念佛会天成念佛。到了最后一天，有一个年纪真大的老菩萨，已经88岁啊，目睭也几乎无看啊，耳孔也几乎听无，要怎么讲话呢？爱非常的费力，几乎爱趴伫伊的耳孔边，而且佫真大声，怎么讲话，伊才有听。这位老菩萨，伫个旧年。曾经甲南丰元山香港念佛会来一届，非常认真念佛的一位老菩萨，佛号念不停，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欲快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年伊就请圣愿的帮伊求阿弥陀佛。要较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七已经由伊个查某囝带伊来念佛会，对楼卡行到五楼佛殿，坚持咧要家己行，因为目睭只有青面，所以慢慢啊行，始终佛号不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老菩萨专程要请圣愿，帮伊求阿弥陀佛，请阿弥陀赶紧来迎接伊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意求生的心是非常的迫切，真难能可贵的困惑不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连我咧参伊讲话时阵，伊也是念佛不断。我咧讲，老菩萨，你小停咧，哎，就参你讲话，吼、哦，啊你耳光听无啥有，我伫你耳光边啊讲较大声咧，啊你详细听。伊讲，是，我目睭也无看咯，耳光也听无咯。我想要较近来阿弥陀佛遐咧，啊，我其他也无法度修啊，都干那会晓念南无阿弥陀佛。讲完了，佫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主，啊，你爱请阿弥陀佛较近来迎接我，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哦，我要阁讲啥道理吼、哦，拢吃力个。因为耳光震动，听无啥有，我就只有随顺众生心啊，甲伊讲好啦，好啦，我帮你求阿弥陀佛，较早来迎接你倒转去西方极乐世界哦。伊阁继续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师父、啊、阿弥陀是当时会来接我，我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位年纪真大的老菩萨，88岁了。你想，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未？会，一定往生。因为一心一意就是念佛，一心一意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信愿行的愿意行，做了比一般的正业行者可靠，哪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伊年纪真大，目睭也无看啊，耳根也听无，要拜佛嘛无在条人拜，行动不便，叫伊参禅，有法度吗？叫伊诵经，有法度吗？叫他持咒有法度吗？叫他修天台法门有法度吗？叫他修观音法门有法度吗？叫他修地藏法门有法度吗？叫他修其他84000法门有法度吗？但是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不但有法度，而且佫真认真念。对这个老菩萨的身上，我看到一个事实：阿弥陀佛用本愿名要救度众生。甘尼温度实在了不起，阿弥陀佛实在了不起，阿弥陀佛拍拍个赞叹。另外一个呢，差不多两岁至三岁小女孩，真古锥，参伊妈妈呢，到底来打我去？因为小朋友接袂掉，伫佛殿啊走过来走过去。连我咧讲经的时阵，嘛走过来走过去，啊有当个走来我面头前，噜噜噜噜，阿弥陀佛。三岁囡仔都会晓念阿弥陀佛啦，88的老菩萨嘛有法度念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用名要救度众生，是毋是简单容易？对不对啊？是乎每一个众生有心。大家都有法度修，大家都做一个念南无阿弥陀佛，有口变灵念，有心变灵念，所以念佛法门会简单容易，就是阿弥陀佛要念尽一切众生的悲愿心怀。确实，观经下三品的众生，那无即句话了，南无阿弥陀佛。想要解脱生死，谈何容易啊！第二句，诸佛护念故，即清净经或六方诸佛护念等事啊。清净经是清净，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阿弥陀经的经地。鸠摩罗什大师将阿弥陀经的经地别地一中地十六字
改为《佛说阿弥陀经》六字，皆真简短。个人一看到《佛说阿弥陀经》的经典，在八识殿中就念了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求龙王师大师的用心非常的深远。阿弥陀经是一般教界佛弟子上熟悉的一部经，无论专修或杂修的行者，无论念阿弥陀佛圣号的行者，或者修持圣道法门的行者，在暗课的时阵，通常所课上的经典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一遍只不过短短15分钟的时间。阿弥陀经世尊教导咱正觉行者安怎修行，就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持名号六一日至六七日，一心不乱。阿弥陀经就是世尊教导咱即持阿弥陀名号的修行。阿弥陀经无教第二种的修因，只有一种念阿弥陀的圣号。阿弥陀经教了呢，流通分世尊寄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六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出宫中摄相，共同正行念佛成佛，真实不虚，如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东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南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西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北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下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上方如恒河沙，诸佛如来，拢教导本国的众生，爱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就是阿弥陀经。为什么诸佛如来要教导伊本国的众生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阿弥陀经？因为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教导众生念阿弥陀的圣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有三位劝愿，一日在十二三世尊劝勉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若有信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阿弥陀经有劝信、有劝愿、有劝行。释迦牟尼佛以十方诸佛为何要共同宣扬阿弥陀佛的教法，要证行念佛成佛真实不虚？最主要原因就是十方诸佛回应阿弥陀因地法藏菩萨所发的第十七愿，诸佛清凉愿，也叫做诸佛自家愿。圣号地佛十方无量世界诸佛如来若不自家清我名者，不出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来成佛，十方诸佛若不清扬赞叹我各地名利，我就不会成佛。凡夫叫爱人恶乐大头病啊！阿弥陀因地法藏菩萨有凡夫爱人恶乐大头病吗？无。那么为何法藏菩萨要发第十七愿诸佛清扬愿？因为各地名号六字，南无阿弥陀佛，若无予十方的众生得悟，十方众生要如何信受清凉？
往生解脱成佛，对不对？当然要透过十方诸佛的宣扬，十方众生才能得悟啊！得悟之后才能信受啊，信受之后才能起行啊，起行之后才能念佛啊，念佛之后才能往生啊，往生之后才能成佛啊！阿弥陀佛为了要度咱，费尽了各种的心力，安排了微妙的法门，度咱进入三宝门中。一心称了阿弥陀的圣号。那么世尊在净土三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经为咱宣扬阿弥陀的净土教法，咱唔知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咱唔知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咱嘛唔知影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是，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咱佛弟子的本事，教导咱佛法的本事。所以，伫个阿弥陀经，世尊教导咱念佛，若方诸佛如来，何念什么众生？念佛众生，非常的殊胜。再来，世尊讲阿弥陀经，为何要记出六方如行菩萨诸佛如来正行念佛行佛真实不虚？伊世尊有大智慧，观地明白娑婆世界凡夫众生啊，伊的烦恼真重。有世尊又何所讲的念佛往生的道理，不一定肯相信。所以基础六方如行菩萨诸佛如来共同背书，凡夫得个真容易相信啊！这是世尊请出六方如行菩萨诸佛正行的用意之理。诸位菩萨，咱凡夫疑心烦恼，听到一个人安尼讲，咱不一定相信。两个人安尼讲，三个人安尼讲，十个人安尼讲，一百个人拢安尼讲，咱就容易相信，对不对？当然，佛是一个较有智慧的圣人，在咱万物众生的心性，所以诸佛护念，确实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的容易，因为。平生的护念，临终的接引，要度咱凡夫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容易啊。第三句，功名立修果，即观经以念佛众生立处不舍呀。观经第九观、真心观，讲到无量寿佛上好功名，普念念佛念。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伊相中福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伊好中各有八万四千光明，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立处不舍。诸位菩萨，你有想要被阿弥陀的光明普照无？有，安怎修行？念佛、观经、第九观、真心观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啊！阿弥陀佛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一处不舍。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一处不舍，是非常念。要下播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上出来经文，正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人比阿弥陀的光明普照，比阿弥陀的光明普照，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利益呢？现前消灾免难，净福延寿，这是咱凡夫众生不能亲近利益。当来往生西方，毕竟成佛。临终的时阵，正念分明，心不颠倒。因为临终的时阵，阿弥陀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前，
为人家事，宁心不乱，慈悲加油，正念分明，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四句，成佛本愿故，即出经言阿弥陀四十八愿方世事啊。伫遮特别指第十八愿啊。虽然伫遮经言大师意思是通至四十八愿，但是四十八愿多一愿，有对十方念佛人决定救度。就是第十八愿，生我地府，十方众生，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世了，若不生者，不出正觉，为第五业，非谤正法。第十八愿有九句，每句四字，总共36字。九句用四句浓缩，包括十方众生乃至其他若不生者不出正觉，十方众生是法藏菩萨以本愿名号欲救度的对象。请问诸位菩萨，你是不是十方众生之一？是。你既然是十方众生之一，根据第十八愿的修因，你要怎样修行？乃至十念的修行，乃至十念念什么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唯一空灵开一本在无量寿经的第十八愿，虽然在十方众生下面无文武名号这句因缘文，但是在汉译、吴译、唐译、宋译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下面拢有这句文武名号，所以无量寿经为一个译本第十八愿的因缘文，照理讲嘛有文武名号这句，但是因为经文无，咱袂用去随意讲咧，只是知影意思有。所以十方众生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之后，起行修持，就是乃至十念的修行，安尼就是建立第十八愿的愿海。乃至十念，像大师在往生礼赞，该算为常在一声，断在十声一声的念佛。常在一声，就是平生自己；断在十声一声念佛，就是临终之际，诸位菩萨，你我是平生之际，不是临终之际。咱是观境下面那种迄种的机会，观境下面那种迄种机会，就是平生无法去修行，自作业恶之罪。你命中将古德贤弟子为说妙法教令念佛，伊的性命到了春念十声阿弥陀的圣号，特别珍贵啊！所以迄个时阵，能够救千众生的妙法，唯有阿弥陀的本愿妙法。现是第十八愿，乃是十念就不生者不出正觉，绝对救度的根本精神。现是阿弥陀的名号，能够广度所有一切众生。现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立基万物道一个精神。所以这句话就开始是咱转换心性无上妙法。诸位菩萨，你我是平生之机，咱的根据第十八愿因缘文乃至十念的修行，就是逐天认真念佛，生命要50年的光阴，得过50年念佛的生活，生命若只有剩10年光阴，得过10年念佛的生活。诸位菩萨，恁看起来拢足福相，起码卖当去活咧50-60岁，你得阁继续过50-60年念佛的生活。第二次，将来时到日到，
阿弥陀佛的来啊，阿弥陀佛来，现前为你受记，你迎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讲话，因为有人问我，请问千万师，阿弥陀佛的讲话吗？当然的讲话啊，可是话分来未讲话，光经中品背下品背，拢有看到佛菩萨来对这个行者的开示啊。虽然是简单几句话啊，但使这个行者的心呢，起欢喜心、恭敬心、心住正念。阿弥陀佛，会甲你讲，佛祖阿弥陀，我现在来迎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唔好？好，随行，对不对啊？哎，是不是？哎，安尼无啥感应个。迄个时阵，心情是欢喜的，还是伤悲的？欢喜。欢喜，真的吗？真的。唔过怎么死啊呢？勿紧哦，对。时阵是欢喜的，真有位地夫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经文用六声这两字，我今六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乐是快乐，生是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的快乐啊！为什么？要了凡生死啊，要跳到三界啊，要远离痛苦啊，要离开轮回啊，要跳出苦海啊。当然非常的欢喜啊！所以，迄个时阵见到阿弥陀来，内心欢喜，当然心住正念。第五句，彼生来因果，即上文言，愿生我国，若不来迎接，不出正觉。这是阿弥陀四十八愿的第十九愿，叫做临终接引愿。临终接引愿，誓言。行者在临终现前接引，就是为了要让行者在临终摆渡众缘，心住正念，心不颠倒，意不凌乱，正念分明，往生佛国。阿弥陀佛知影凡夫众生在临终是生命上界痛苦的时阵。是受病苦折磨上严重的时阵，所以为着要扶持临终者正念分明往生西方，所以誓言临终接引愿，阿弥陀佛真慈悲，爱个阿弥陀感恩拍膊啊！临终接引愿，法藏菩萨发愿讲：先后提佛是往生者。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家令不以大众为了，现其人前者，不出见教。所以，平生你好好念佛，临终往生的代志，阿弥陀会给你烦恼好些，你唔免烦恼。我无论在香港、台湾。大陆、马来西亚各所在方法，拢会遇到安尼信众来跟我讲，千万师父，请你慈悲，伫个我临终的时候来为我助念开示我无？好啦，阿唔过你也死我知影，你若死我唔知影，我都无法度甲你助念开示啊！而且你还比我较大声死啊！我若比你较大精神，我嘛无法度甲你助念开示啊！我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唔免甲我要求拜托，我一定会随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心许天前来迎接你。你真尔有心要往生西方，我一定助你啊！我刚刚奉我现在就要助你咯，唔免等下你临终，我要现在伫个你平静的时阵，就一心助你。个西方叫做世界啊，所以临终的代志，你唔免担心，因为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愿啊。准则我得比你较早往生西方叫做世界，无我为你助念，开始
临终的时阵，阿弥陀现前，观世音菩萨来啊，大势至菩萨告伊啊，有佛菩萨为你助念开始，有够无？有啦，哪会无够？有阿弥陀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为你助念开始，上了不起的西方极乐世界助念团的团长，就是阿弥陀佛啦。哪会无够？阿弥陀佛来啊！你也会无正念啊？所以，有阿弥陀佛要伫个咱临终迎接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解脱生死、往生西方这件事，都非常稳当，对不对？对。为人担心讲，尽管说啊，我唔捌去过西方极乐世界，我唔知咯。我嘛毋捌去过西方极乐世界哦，我嘛毋知咯。我袂烦恼，你烦恼啥物？我毋知咯，将来临终要安怎去啊？你放心啦，阿弥陀来迎接，会将咱带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袂甲咱带去地狱啊！如果你来要移民去加拿大，加拿大的总统法官。凡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要移民到我加拿大，我拢无任何条件，开专机来迎接伊来，到我的国家。如果你若要移民去加拿大，你拍个通电话加拿大的总统，你爱烦恼加拿大唔在咯无？唔买嘛，同样道理啊。有阿弥陀莲台来咧迎接咱，咱那都烦恼西方极乐世界唔知咯。爱认真念佛，做好往生因，这才是重要，对不对啊？当然啦。第六句，还助念国。经验大师这七字唯有第六句啊。头前这句是四字，我来想。应该同样是五字。当初伫咧抄写的时候，一定是啊漏交了一字。但是我查过两三个版本啊，拢是敢若四字而已。我咧想应该是还人助念国，应该有加一个人才对啦。啊，但是啊两三种版本拢是这四字还助念国，所以。是毋是五字，咱毋敢肯定，所以意思知影就好。临命终的时阵，诸同行者常助念三国。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因为临命终的时阵，有足侪同行念佛的行者为咱念佛，所以将来临命终啊，不管呢。恁任何人心里面中会记得呢，都等下，然后为地家是啊申请啊，请徐医师，请连友大家轮流念佛，吼、哦、啊念个过气，佮继续念八点钟，上好念个二十四点钟，才开始处理丧事。啊，怎么呢？先我要参大家讲个好，什么人生临终生死先往助念，安尼好唔好？好吼、哦！啊，什么人较晚临终、较晚死，发心敢助念，好唔好？爱讲个听哦，吼、哦，安尼好唔好？安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加真运动啊，对唔对？哎，啊上好吼、哦，平常时爱多修福。临终啊，我行就行，莫安尼一日拖，拖咧两三天，伫咧奔风啊，一日奔风奔三天啊，工商社会大家真无用，哪袂断开念佛念三天？哎，人要哪汉侪时间哪做念，所以袂得爱一届多死，知唔知？明仔我就要去台北为一助念团团长因先生
做功德佛事。啊，我一个月我那去台北弘法一届，这道场的负责人也是助念团的团长，啊，叶先生呢，伫个大约两礼拜前下播，真好事，无什么代志，也无破病，无艰苦，讲伊安尼人真忝啊，要困，都全无醒个。有福的人才会好死呢。咱台湾有一句话讲：不求好生，求好死啊！好死一歹死，了不拢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问诸位菩萨，你要好死还是歹死？好死咯！就是讲无去共拖累着，啊，无去用甜地啊呢，化行就行呢。业务拢经西方极乐世界，皆真自在，对不对啊？但是这就是爱好好修福。念阿弥陀佛的人，大多数拢会发生为人作孽。今仔日你为人作孽，明仔载人都为你作孽，这叫做自作人作，对不对啊？当然咯。最后第七句，圣说圆生果。接出文言，以往离无灵，其国不业也。圣是圣人的意思，也就指释迦牟尼佛。因为无量寿经这两句经文，以往离无灵，其国不业为，是世尊在无量寿经所讲的。经营大师呢，以这七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永以往生，讲了真好。下面请看。第三大文，像来自广经书了所言，今是愿往生者，并是一切道化众生，起慧因业，但能相尽一行，下至杂念，依佛愿力，莫不改往，故名因业。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犹如是遍地人道化君王，凡夫呢？归到阿弥陀佛非常容易啊！阿弥陀佛在咱归命一念当下，洪光普照，诸念佛人在阿弥陀的光明之下，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但能相尽一行，就是一生的念佛，下至杂念啊，这是短命之机。生命到了春念十声混合而已，不是说临终就一定念十声阿弥陀的圣号，千万不要误会。相尽一行是多念自己，阿弥陀念是少念自己，相尽一行是平生自己，阿弥陀念是临终自己，依佛愿力莫不改往。这两句话才讲了太好了。无论相尽一行多念的念佛人，以阿弥陀的愿力，无一个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无论下至杂念、小念的念佛人，以佛愿力，无一个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来讲。佛号念多与念少，拢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乃至杂念，若不生者，不出正觉绝对的救度。乃至杂念的人，乃至多念的众生，乃至少念的众生，我如果无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无会成佛。确实，念佛的用意，第二家。因阿弥陀的愿力故，佛祖统计啊，这本册记载宋朝一个余老太太，是浙江钱塘人啊，真是个查某囝，伊个翁婿以卖鱼为业啊，余老太太有一个后生，因为惹上官司，因此啊全家破产。伊老太太心中呢忧愁苦闷，想要刀工自杀，正好遇到净住寺的教法师，劝伊讲：“
这是你熟悉的业缘啊，总是应该遵守。那是白白刀光自尽往死啊，不如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受到教法师的宽勉啊，就以伊老太太突然请我，随时呢啊，难一子啊，伫佛前供佛发愿，常年持斋，每日念佛，如是经历10年，离无害待。伊老太太凡是看见一切人，拢称之为佛祖。有一天，请出家人持诵观经，伊家己啊，看到念珠，虔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出家人每上一关，也念佛一千声。当呢，出家人上经上到第八关上关的时阵，伊老太太安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的殊胜，能够赞叹。一个年纪真大的老太太，因为全家破产，一时想袂开，想要自杀，遇到善知识教伊虔诚念佛，曾经流落依教奉行念佛10年，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诸位菩萨。人生有感悟，参无感悟，就直接会分别离异啊！那是你要自杀，还是要念佛10年？当然念佛10年啊！那对今仔日开始说，我咧念佛10年，10年后的今仔日，真自在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袂无？袂人请拍鼓啊！啊！咧，大家拢袂，哎，恭喜大家！所以念佛确实是非常容易。如果教法师来教导这个伊老太太参禅，不一定参10年会当开悟，开悟嘛也不能了凡生死，还个断续，才能正真啊！念佛确实是圆行道，难行圆行之道。注意，你来听好好修学。供应西方极乐世界，道理的分，时间到，向诸位报个请，祝大家一心念佛，往生西方，南无阿弥陀佛。